有个妹妹嘛，然后她是那个77年的属蛇的，然后呢就说她呢是前年的时候11月份有一个孩子，是那个就是说离预产期还有2天，然后突然之间那个孩子胎心就没了，然后那个后来就这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家都非常的那个悲伤嘛，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然后去年的时候，然后想再要一个孩子，然后突然又查出来是有那个甲亢，甲状腺亢进，然后就是暂时性就不能怀孕嘛。我就想，他现在也在那个，就说修心念经，然后就说想太少了，你的功课。你修了多少时间了？我是从去年开始修的，然后他也是从去年年底开始修的。太少了，时间修的太少。他现在的功课是那个大悲咒是11遍，然后心经是7遍。你说说看会好吗？你报出来，人家都笑你的。家里出这么大的事情，居然念7遍、11遍，哎，大悲咒是相当于一个法门里面的钢筋水泥啊，心经啊。你没有钢筋水泥怎么造房子啊？你告诉我。我知道，我清楚，我也跟他说过，他最好是能念到49遍大悲咒，但他可能工作比较忙，然后没有时间，然后。没有时间这种话不要跟我讲，就跟医生一样的，医生我没时间吃药，我没时间锻炼身体，最后躺在医院里了，要死了，你说还有没有时间呢？时间是人挤出来的，他要舍去，他这里不能舍，那里不能舍，所以他永远得不到。对，你听说很简单，我明白。啊，舍不能舍的人，他能得吗？是，他让你妈妈，您帮他看一下，他现在怎么样念经，可能会比较好一点。我看看他，他自己要好好念经的，不念经不行的。明白了吗？他，我告诉你，他身上不要讲的。台长已经算对你很客气了。他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跟他感应出来，他身上全是黑气，他不可能生得出来的。是啊，他最后就说怀孕以后，浑身的皮肤都发黑，然后现在也没有很好的缓解。看见了吗？我跟你说了，全是黑的孽障。这种我告诉你要好好念经啊，还念7遍，还要上班的。像这种人，我告诉你，想生孩子上班都要请假了。我念经了，我告诉你，连他自己的命保得住保不住都不知道。那他自己现在念经以后，然后也在吃中药，也在吃西药，也在吃，然后那个就说他自己感觉挺好的，就是说他说他没有什么觉得特别不好。啊，那就继续下去嘛，好了。那台长，你帮他看一下，他到底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，然后他身上有没有灵性？小房子一直念下去，不要讲的。小房子停不下来的，小房子的嘛，一星期念几张比较合适？一星期他能念几张就念几张，浑身都是黑气啊！我告诉你，他根本生不出孩子了。现在，他像这种要生出孩子的话，他要许大愿的，而且他要狂念大悲咒和心经，他要狂放生。他这种不肯付出的人，你不要帮他求，你哭都没用的。我现在每星期帮他念2张。你帮他念，你他肚子饿，你帮他吃好了，你看看他会不会饱。他一个星期可以念到1到2张。1到2张，叫他功课好好做一做。你帮他念小房子，但是你不要你帮他念功课，功课要自己做，小房子可以人家帮你念。对，现在功课是他自己念，好吗？帮他念小房子。好了，台长给你们台长功课说一下好吗？你叫他自己念的。好的，我叫他自己念，您帮他，麻烦您帮他排一下他的功课，他一定会按照您做，他很相信您的。没用的，他要好好修的，修的不够，49遍大悲咒，21遍心经，礼佛念5遍，消灾吉祥49遍，转提神咒49遍，好了，好，往生咒49遍。往生咒49遍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台长。那就说。好了。好的。我不看了。好的。好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台长。好，谢谢，再见啊。谢谢您。台长，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我们家的佛台怎么样？好了，佛台还可以，你是还可以，你要记住，做人呐、啊。
啊，所有得到的，现在得到的回报都是自己造的业，听得懂吗？明白。哎，好好的劝劝他，他过去的嘴巴太厉害了，台长看到他过去的嘴巴很厉害。对对，是的，是的。他骂人呢，他骂人呢，他现在生不出孩子啊。哦。明白了吗？好的，明白了。OK 了，拜拜拜拜。